你想想，你爸可能去哪儿？我知道了。你想跟我女儿结婚吗？叔叔，我这个店刚做起来，太忙了。事业打拼很难，我懂。可我太了解我这个丫头了，有点事儿她都是硬撑的。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想说，作为父亲，总是希望自个儿的女儿幸福。她快30岁了，还能陪你耗几个青春？是我耽误了小贺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女儿结婚啊？叔叔，我答应过小贺，一定会给她幸福的。但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？我想着现在先多赚点钱，然后再娶她。小伙子，钱是赚不完的，我希望你能主动一点。叔叔，小贺连着给我打好几个电话，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儿，我就先……小伙子，我岁数不小了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说不定哪天我就不在了。我已经陪她走完了前半生，后半生就……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。哎，闺女啊。爸。哎。闺女，什么事儿说呀？我就是想吃您做的红烧肉了。你是不是受人欺负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工作太累了。你有事儿你把话说。唱歌唱，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时光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爸爸儿时慢慢讲。也祝你不枉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。我们要像种子一样，一生向阳。